七十一位是叫做位置，用的非常多啊，张仲景也用很多。这个为什么称为无位子？因为它这一味药五种味道，肝心脾肺肾，那酸苦甘辛咸，正好入肝心脾肺肾，五种味道都有。啊，诸位看一下，他说性味，味是酸的，但是它皮是甜的，肉是酸的，核是辛的，苦的辣味哈，但是都哎都有具有咸味，它五味俱全的啊，所以这叫做无位子。好，它是味最强的味道就是酸。好，算是收敛，好温馨的药。那我们有很多的五味地方产五味，好以北五味，好北五味是药性是最好的，好最好的。好，那北五味长的是里面的籽子是黑红色的，好，那它外面是黑色的。好，诸位可以看，这就是五味子，好五味子。这是茜根，好，茜草五味子。那这个五味子呢，我们是用在肺科去水，好，具有寒水的时候使用，它是性温的，药性是温的，哦，它药味是酸味的，中间是酸味最强，兼有另外其他的五种味道，好，所以它属收敛。那我们有一种咳嗽啊，好，是伤阴。我们的工商绝症语，商阴的咳嗽是阴是散的，我们可以五味子收。好，那这个还有水系零星，痒喉咙里面，喉咙里面好痒，然后咳比较舒服，因为水上来，水系上来，有五味子可以把它清掉，把五味子。好，主治五味子为肺虚咳逆上气摇摇，好主练肺滋肾。好，注意看五味子是黑色的，老师它是黑色的。怎么会来治肺呢？因为它是入肾、补肾的。诸位，你只要知道什么子、什么子啊，反正子出现子，除了孔子、孟子这个以外，什么我们覆盆子啊，哦，这个菟丝子啊，哦，胡麻仁啊、胡麻子啊，哦，这个什么子都补都能够补精的，啊，固精的子嘛，啊，精子这个补精的，哈，补精的，啊，你不要把那个孔子三钱，啊，你这样写错哈，不会那么白目嘛，哈。老师说籽都是补精的啊，因为它黑色的，好色黑，所以它能够把肺里面的水导到肾脏里面去，好导到肾脏里面去，所以我们治疗咳嗽常常使用的药物，好雀胆止咳，好能够生津止咳，所以我们张仲景的小青龙啊，好还有麻烧将军桂附炒饭，我们以后教我会教大家背歌诀，好比如小青龙，你说小青龙对不对？麻烧将军桂附炒饭，我都是练字头。八味药就讲完了，里面麻勺姜心、麻黄、白芍、生姜、干姜、细辛、桂五、桂枝五味，五就是五味子，好，就讲五味子。好，还有我们苓甘五味姜心半夏细辛汤，好的五味子在里面，好，五味子非常好用。好，因为它很小嘛，籽嘛，所以你如果用个两钱就很多了。好，如果咳嗽很严重，你用个三钱也没有关系。好，但你岳父一看啊，要补肾固精，要治咳，岳父我给你五钱。那没关系啊，都不是毒药，好，味道主要煮起来比较酸味一点而已，要酸酸的，好煮收敛，啊，那同时止咳又可以补肾，好多好，啊，所以它有滋润的功能，好非常好用，那因为我刚刚讲过，因为它五味都有，好，所以它名字叫五味子，好，唐龙川呢，说五味子的酸，它收敛，好肝木的精。收的性，好，这种药呢能够炼肝，所以能够炼肺，性沉，好，因为它是色黑，黑色的药性是往下沉的，好，就把咳逆，好，咳逆的时候好像不得不咳，一吸气，老师为什么一吸气深呼吸就要咳？你只要深呼吸就要咳，那个气就逆嘛，五味子可以把气硬逼下去，逼到下面去，所以这个就是用五味子的时候，好，那你单位的药的功能你要知道，这样子你开处方的时候。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复方。哎，老师不一定说小青龙开什么，你说复方好，可以加个五味子下去啊。如果他有点咳嗽，你就可以加一个药进去就可以了。啊，诸位要一定要记得哈，它是补药、滋补的药、滋润的药，同时呢，它能够收敛肺，能够补肾啊，能够补肾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开五味子就补肾啦，好，因为它色黑。好，那
那那个到第63页的时候，他说五味子呢，好，你五味子收敛肺气，有火热必用的哈，所以治咳嗽有痰加半夏、喘加阿胶什么样子哈。后面这些药的加减，好，这些药的加减，诸位呢不要去担心它。像他这个写的是，里面有热的时候加五味子，其实不是，里面有寒的时候一样用五味子，因为五味子是收敛，它能够行水，能够壮水，啊、哦，把水去掉，啊、哦，所以说他这个你看这好骨，好骨有没有？中间那个第62页好骨，他说治喘咳逆，壮水，好、哦，能够正阳。啊，能够把胸阳往下，好，能够不会那个气不会逆，所以我们常常在治疗，包括常年的咳嗽或者是常年的气喘，只要病人有吸不能吸进去气或反应或者咳嗽，我们通常在用五味子，啊，不一定说一定要咳嗽，气喘都可以治，好，可以治，好，那它本身又没有毒，所以多好用，好、哦。